么晚没睡，是在等我吗？你会知道自己是有老公有儿子的人吗？那么完美的老公，那么优秀的儿子，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哼，知道还这么晚回来。 Chris 都等你等到睡着了。你还真没良心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你就不要这么辛苦了，我心疼。这是我随手整理的几个布料工厂的资料，你看一下，明天我会派人协助你，我们公司旗下所有布料工厂也能全力配合你。这件事我已经解决了。你凡事啊，不要都亲力亲为，把自己辛苦成这样子。你可是我们幻真集团的总裁夫人，未来我们还要跟很多品牌合作，也会有自己的品牌。你现在累坏了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嗯，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啊？你说的都对，我的陆先生，只是你今天有点话多呀。话多还不是你逼出来的？嗯，说吧，怎么补偿我？那你想要什么补偿呢？这样算补偿吗？这样算什么补偿？我觉得苏子怡还需要一个妹妹。你走。